有色它绝对是必进的。走，咱们去开个圈。来来来，阿三，看一下给你准备的这几个料子。哦，哎呀，这几个是吧？对呀，你不是想要墨西沙的？来，那必须想要嘛。墨西沙的，你看一下怎么样啊？整个料子实行还是可以的，虽然扁了一点啊，但是它是有个小着位在下面，而且油性也特别好啊。你看这一蹬下去，环物非常的漂亮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这个料子。嗯，本身都有。这价格也可以啊，这价格才6600啊，老天爷。哦。再看一下这个，别料的还有性价比吗？哎、这个的话它是一个断口料，但是这个断口已经二次风化，已经成了一个新皮壳了啊。对。嗯，你看这个冰感是不是黄乎不灵不灵的啊？可以啊，这个料子。这个料子极有可能是带一点点飘花或者有点紫色在下面的，双面都有表现，可以吧？可以可以，这个也可以。但是虽然有断口，但是它是一个老断口，也没什么关系啊。还有这个。这个呢是一个底层矿料啊，哦，皮壳是比较丑，但是荧光感还是非常好的，所以说呢咱们的底层矿料它除了丑以外没有其他的毛病啊。来给你看看这个大家伙，这个大家伙皮壳就相当优秀了，你看是不是皮壳非常的光滑，沙也很细的。嗯，这边的话有一些黑油壳已经脱落掉了是吧，一蹬下去荧光感都出来了。嗯，可以啊，这个料子也可以。磨完机黑漆漆，一刀下去笑嘻嘻啊，这个是会笑的，它稍微有一点点情景，但它不是一个玩色的料子啊。嗯，完全而且这个手镯位都还有，还有这个小嘎拉蜜。嗯，哦，这个小小的啊，这个是个小小的，小是小，它还是个小领导嘞。领导是领导，领导是领导，不喜欢啊，这个小的。我想要是大一点的。啊，那你就把这四个大一点的拿去嘛，这个小的可以放在这。这小的表现这么好哈，这么漂亮的一个小料子，打灯荧光不灵不灵的啊，直接灯过之处都有表现的。料本来这个非常好的，但是我也不喜欢小的啊。我想要是大一点的嘛。好，没关系，这个小的1800啊，如果有喜欢的可以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啊。那这四个你就定下来是吧？定下来你就拿去嘛。好吧，我这四个拿去嘛。好的好的，下次有什么料子的话需要什么都提前给我打电话，我给你们准备好了。那我的客户想要的是那种你就可以摆在家里的那种吗？摆件是不是？摆件的，摆在家里面。还有手镯一箩筐就可以出的那种。手镯一箩筐，对，大一点的。哦，那就是说你现在有客户在找大料子，大料子，大料子。哦，要种水料、色料吗？还是都可以的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OK OK， 那等一下的话，弟弟跟我去仓库寻觅寻觅，我们不是有几个大料子吗？可以啊，没关系，再安排一下。可以，没问题的。我这里什么都不多，就是料子都，只要有什么需求的话。客户跟你讲就直接跟我讲 OK 没问题的、行的行的，那你就欧米巴塞欧米巴塞啊，快点结账就可以了哈。OK 那我这次给带回去喽。好的好的好的，你带去吧。所以说啊，只有你们想不到的，没有我办不到的啊。这些缅甸货主他们的货暂时呢因为一些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过不来，所以呢我这边的料子绝对管够啊。那句话叫什么，生活有酒有肉，家爷料子管够啊，还是每天一期实战干货，走去看看。哎，兄弟们啊，今天带你们实战一个木纳啊，都说木纳出奇迹，而且咱们的木纳呢玩的它就是一个内化啊。像这个料子的话，它是有一个外深色在上面，打灯灯能看得见一个绿绿的一个荧光感啊。像木纳这种杨梅皮的话，能看到绿的话就没有什么悬念了，有色它绝对是必进的。走，咱们去开个圈。今天干得不错哦，我已经看到肉了，兄弟们。哇，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果绿色啊，妹妹，这个纯净度啊，虽然说没有倒冰啊，但是这个内化化的还是可以的。咱们这种果绿色的牌子挂件的话是相当漂亮的，并且的话从这边能看得到它的肉的量还是很大的啊。 Nice